木州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商業中心，會展業啊，發展得很好，有很多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。我回到廣州啊、深圳啊，很親切，廣東話，很多廣東人。我佛山人，原來我哋係老鄉喎，我都係佛山嘅喎，係嘛？咁好啊嚇！佛山邊度啊？係佛山南海。我都係喎，你邊度啊？丹灶，丹灶，係啊，我係獅山。哦，我同葉問同村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哇，真係好啊！